今天天气好晴朗，这什么味儿？这棵树不错，尿一下。哎呀，不行，屎来了，赶紧！一身轻松，这条道怎么这么眼熟？我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俩可真有意思，也不告我，也是要打针，我这都没有做心理准备呢。等会儿，我做一下心理建设。爸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怎么强国所难啊？你可真是。妈，你看我害怕不？我一点都不害怕。我看看这是哪个大夫？他怎么把我耳朵眼儿？什么味儿？这小姐姐好香，好喜欢。她拿我嘎着我，哎，我爸录我呢，表情管理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谁进来了？哎，完了完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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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是真吗？哎呀，完了，我看一眼是不是真？哎呀妈，这是真！哎呀，我有点低血糖，妈妈你快保护我呀！今天打几针呢？你轻点哦。这小姐姐手挺狠，这就打完了？就这样？咋不来个10针8针的呢？你看我害怕不？眼都不带眨一下子。妈，咱赶紧走吧，我还有事呢，我家里还坐着水呢。